你醒了，小懒猫。都等半天了，还没收拾好啊！衣服都没换。你俩怎么这么早来接我们？接你们去试婚纱啊！你忘了？猪脑子！这么重要的事儿都能忘，两个都要结婚的人了。哎呀，我俩都不知道结婚该干嘛。仪式定了吗？礼堂找了吗？流程呢？不是，马上就要到日子了，连个方案都没有，你们都不着急的吗？对啊，你们俩不急，你们爸妈那边也不着急。对啊，他们不参加，他们让我们自由发挥。你们这都什么神仙爸妈呀？我爸妈恨不得把全博文的人都薅来参加，流水席摆他三天三夜，非得上个新闻头条不可。那你倒是也有婚结呀。你眼睛咋了，大哥？安然，眼睛怎么了？我看看。眼睛怎么了？走，白木呀，试衣服。你得先把衣服换一下吧。他眼睛怎么了？中风了？这个挺好看啊，好看。哎，那个头纱好好看啊。是啊，全是钻，好闪。这个香槟色的也不错，这个也好看啊。安然，你喜欢哪一件？我都挑花了，这个就挺好看的。言樾，你喜欢这个吗？嗯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看，你喜欢吗？看了一个特别好看，快快快快！言樾，我穿这件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我去试。好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感觉我们上学那会儿还是昨天。那时候我不爱说话，也不爱打扮。我们安然呢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大美女。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这么牵着我的手说：“我欣赏你的话，你也欣赏我的话，咱俩去交流交流。”现在你要嫁人了，感觉我的使命也算完成了。什么使命不使命呢？我结婚了，我俩也还是我俩呀。还有，你要是以后受欺负了，我和言樾会为你撑腰的。哎呦，咋还哭了呢？不许哭，不许哭。不矫情了。快换衣服吧，新郎官还在外面等着呢啊！你好，
某人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的女朋友穿上梦想的婚纱呀？什么叫惊喜？惊喜，你不得先把这事儿压到谷底，然后突然爆发，这样到时候不才又惊又喜吗？那我期待某人的惊喜了。